周总把他老婆的戒指给整不见了，整不开呀，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吧。嗯，杀！周总，你看这个耳钉吗？杀！话老婆，我是让你帮周总赢回周总的心，你人很好哄的吗？不见了，换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嗯。啊！周总弄丢的，可是他绑定身份证给他老婆买的第一枚，我这就去帮周总再买一个。不行，男人一辈子啊，只能买一枚第二钻戒送一人，买不了第二。这个简单，我去叫我弟买。第二钻戒是一辈子爱一个人的承诺，不能单买，加钱也不行，别整天听信谣言。嗯，我刚刚在厕所捡到的戒指是谁的呀？我的，我的。这下周总不怕把钻戒弄丢被老婆骂了，他老婆肯定开心，他老婆开心，周总肯定开心，周总一开心。合同就没问题，你们也都有功劳，给每人500的红包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那个是周总的棉花糖，你吃了周总出生。那周董要吃糖葫芦，你是不是还得给他？比石头还硬，你让周董怎么吃？还有吗？周董够吃吗？你擦擦，唱日出，臭哈哈。你吃周总吃什么？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！那我说周总吃泡面还要配烤肉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下？坐这么点当喂鸟啊？那就整一盆吧。喂，鸡虾、鲍鱼、阳澄湖大闸蟹，救命！救命！鲜活鲈鱼，你们要过来！东海王八，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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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格局太小了，请你们把格局打开，把格局打开。嗯，找什么呀？火龙果呢？我的火龙果呢？周总，你是不是偷吃我火龙果了？你怎么能怀疑周总呢？怎么能是周总偷吃的呢？杀！那我巧克力呢？你看，周总脸上都没有巧克力，肯定就不是他吃的，是吧，周总？王董，一会儿过来吃饭，顺便把合同签了吧。签合同可以，不吃饭就算了。最近肠胃不好，吃啥拉啥，很不正常。那你去死吧！我跟你说，周总公司最近亏损不少，恐怕是要吃土，真是一个毕业季。但我跟你说，周总喜欢吃臭豆腐，是不是还得给我现？小黑白
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啊，你等一下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看你，你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是我的菜。日暮，毁一个，你继续啊！快点，快快快快！啊。周总最近爱熬夜，你熬的这什么东西啊？熬夜，熬夜，哪个傻子会熬这种夜？嗯，这熬夜真香。你把周总的藕都吃了，周总吃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当周总傻，莲藕和萝卜分不出来啊？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周总，这火龙果的籽啊，是好东西，助消化的。哦，琳达，这个火龙果多籽儿。我说多籽儿西瓜甜，你是怕它给我整的？有籽的好弄，如果我说我要无籽的石榴，搞到给你家公子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无籽石榴呀。石榴，我还是喜欢吃无籽的。这是周总冰棍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周总在减肥，吃甜食不好，味道差那么多，周总怎么可能吃不出来？如果我说周总喜欢吃烧烤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限？你当周总瞎呀？看不出这是零食啊？还有吗？周总南方人，吃不了啦。周总，再来点果冻解解辣吧。哎，周总，你慢点，别吃撑了啊。这是周总的椰子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这你就想蒙混过关？你是不是当周总傻？周总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点玻璃，人生菜农家走一中。你当周总没点常识啊？这都分辨不了。嗯，这下有肉吃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